阿祖。那十四郎可是真的阿祖？可是真的十四郎。我们会成为朋友吗？我们现在不是朋友吗？十四郎，阿祖，有种不可求。等你做好自己事，就早些离开吧。你去笑了，你为什么？保重，后会有期。你若是死，我不会留下这一城的人。你又作何打算？今日之后，你只是我殷实的一个奴隶。说，你是我的。我何其幸，能遇到想珍惜的。